还没看到火人三星你就没了，想看一下三星火人吗？维吉尼亚。来哦，看哦，我用左手抢哦，用左手一样屌抢。哎，不想说了啦，左手一样屌抢啊，左手，我右手拿着饼干，我用飞罐用手。一样强于你们这群人，因为我对113度的理解远远的大于你们。那能不能吃鸡就不知道了。又是一个非常需要海洋法师的开局，但他一只都不给。可以，两只吸血鬼。那么多的吸血鬼，白麦区。不是，这味有点在烧。我好像不太能吃甜的，我最近吃甜的胃都会一直分泌胃酸。破皮了，我操！遇到比我屌的海洋法了吗？好像拿棒子哦。虽然已经有一根棒子了，但是。我不知道拿什么，拿大剑跟反曲弓都没用，反曲弓是完全没用，大剑还可以合格 I1。双海洋现在真的好烂啊！以前有15魔，现在变10魔了，10魔有跟没有一样，操！10魔就是我多打一下普通的那个魔量而已。狗头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哇，一星好废哦，加的血好少，他妈的被屌干，怎么办？我狗头要不要卖了？觉得狗头没什么用，但是他要听牌了，继续卖。那你们看看巨炮扣格魔怎么玩这个游戏的？我很有自信会赢，我故意这样留到一半，因为两星扣格魔戴防帽太猛了，你有看到吗？连吐两口痰，他妈直接把全中国人给吐死了，好不是？抱歉，这个失言，对不起。因为最近很多那个中国新闻，他妈那个很多武汉人在路边吐痰，不然就有人呛说还钱。走啊喂，我刚从武汉回来，快点还我钱，你欠我20000人民币，赶紧还我，不然我去你家吐口痰。然后他人家就乖乖还了。给石头人哦。好啦，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。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啦，我们的瑟雷西跟纳蒂乌斯都不来，石头人、塔利亚都没来，我觉得还是先放扣个魔。石头可以先上，双守护，然后这样缺一块，难不成我们要卖一只吸血鬼或小法师吗？还是这个家伙会喷钱给我？哇，星罗拉倒了，霍格魔还在输出，霍格魔被喷了，没有关系，醒来再吐他两口痰，舒服，点掉，啊！怎么是这狗屎东西？没事，我下来一格，可以提早拿到装备，我不难过。直接拿最贵的棒子，我们换边发球试试。手套也给你吧，大棒给你吧。我石头人不打算用到最后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没有打算用到最后，就让他当打工仔，撞看看，撞一下才263，好菜啊！你们谁叫我给的？你们就很烂哦，真是白痴才听聊天室的。超烂，扣个魔，起码可以疯狂输出，起码是有队伍第一名的输出。石头人到底能冲多少？我知道你们想说，哎，那个1500的盾啊，是隐形的 carry 啊。你知道1500盾，在我这阵容里算什么吗？我的吸血鬼会吸血，算就1500血了。那盾呢，就等于多一个吸血鬼的坦度而已，没屁用。可是扣个魔打的伤害是直接打2个1500的伤害。哇！升级，但应该不会输吧？啊，不可能输狼吧？
怎么可能打出狼？我还要摆一只二在这边，准备承受他的伤害。哇，这么爽、啊！又有多惨啊？我该不会，我该不会有两顶法帽可以用吧？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幸福来得好突然，六法了，莫名其妙六法了，好奇怪啊！除了六法以外呢，我们还需要四海洋，放乐观，一见面就千人，直接练起来，其实蛮屌的，这个阵型。然后直接踩着那个水，见面就练人，舒服啦！遇到我，算你倒霉，算你倒霉。我觉得我们需要人口、欸、因为等一下我们换二耳之后呢，还要上一个色雷奇，我们会需要两个人口，我们还需要一个人口，所以我们不刷牌了，我们等这个色雷奇自然进场，等他自然进场再跟纳蒂鲁斯一起上。那我的牌的质量很差，说实话，只有三只两星。我们是靠装备还有羁绊在撑的。石头人顶一发，我看看，顶一发大的，棒！哇，可以哎，可以哎，落地刚好两只熊出来，把他们的伤害给接住，完美，完美，转爽没啦，还是转爽没啦，打人又不会痛，那边装逼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哇，对，等一下完了，这样都要输，我快恼羞了，我真的快要恼羞了。等一下把石头人卖掉，上火人，然后帽子要给谁啊？反正帽子好多、哦，帽子给瑟雷西吧，然后再把塔利亚给卖掉。怎么有三星鳄鱼这种鬼东西，还有黑梭？转爆你啦！不要转，不要转、啊！没事，轻砍，轻砍，轻砍！哇，差点被他转出来！哎、欸，石头人这把好 C 哦，撞了两轮。我操！我的观众真的棒，提供这个这么棒的 idea 给我。嗯，最后呢，看一下我们下一个这个跟这个。应该不可能两个都没有吧？这两个都没有啊？为什么？没腰带，也没有全套啊？卫生棉在发火啊！来了，我们差不多要跟石头人说再见了。这关完，这关完，这关完，我们跟石头人说再见。哎，摆上我们最亲爱的火人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全套，全套，再见了。这帽子暂时没人可以拿。给二吧，保持手套，黑魔禁书 ，OK， 这法师多的，但我也不知道上什么。果然发个标吧，哎，果然放一下技能，好，有放出来，有放出来，看啊，就两发技能，没有其他多余的输出，3200。刚刚剩两只熊在催人，不要哭啦，辛朵拉不要哭啦！可以可以，只放一发，破皮破皮，对，请问一下，有人看到瑟雷西吗？对，有人看到的话，帮我跟他讲一下，他妈叫他回家吃饭，舒服，轻而易举，安妮。搞到最后还是上石头人，我的最爱还是你。水晶垃圾，两星的，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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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智障啊！
你又回来了，石头人，又回来了，顶发大的，嘣，都没了，就这样。不是啊，我的火人怎么不见了？146，你什么意思？两星火人，只打两个普攻，有没有好东西？只看到一个大天使，给血鬼应该还不错。瑟里希到底要来了没啦？瑟里希正在哭哎、欸，我每次玩海洋法都这样，真的在哭哎、欸。干有没有吹？我都换位置了，没事，落地直接发飙，一趟拳，嘣嘣嘣嘣嘣，死光。干，如果战旗的小法师技能也可以叠那个 AP 就好了。现在心态很渣，开始乱花钱了。我们有办法试海洋吗？好像可以哦。啊，花式试海洋，没办法，拿不到摄影机，只能这么玩，好可悲，真的好可悲哦！怎么会这么倒霉啊？没有摄影机。这海浪好像很舒服哎、欸，很舒服哎、欸，合作社阿姨，可以啊，不是不来就是来两只、欸，紫帽肯定是给火人吧，因为我们不会再拿到小装了，没什么机会再拿了。等下来拉克斯直接把二换掉，六海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好像也没办法，我们全抓到的只有五海洋而已，哎呦，舒服哎、欸。舒服啊！我们这波把质量通通顶到废了，三星小法，两星的辛朵拉，果然也两星了。辛朵拉就不追三了，太远。好啊，美差你都不要来啊，来了。火人差一只，你看我连火人都要三星了，他才来一只。我，但他现在来没有用，纳米已经两星了。除非他能两星啦，他能两星上去丢盾，他丢护盾应该会比二强。没有的话，其实没什么意思，对吧？拿个一书吧，随便炸。火人血鬼，完美。有喊就有中，舒服。黑书给小法没用，他直接秒人的。给纳米，呼呼呼，三本黑书，火人，高速转正，给你们看我的摆正，巨一坨。等下射雷息，直接一个相当巨大的护盾套在所有后排身上，死不了，死不了。给你吹没差，给你吹。用力吹，用力吹，吹大力一点。射雷器两层盾，两层护盾，后排顶 Coco，绝对不可能死。卫星米啊，下去喽，卫星米啊。火人还没三星哦，还没看到火人三星你就没了。想看一下三星火人吗？卫星米啊。小法师见面轰两个火人满魔，死全部，剩一滴血还要被我羞辱，看一下能过几只好不好？我们挑战过他，哎，我们八人口嘛，挑战最后一关啊，决胜时刻过他六只。干，小法师被吹，他妈吹他小，火人发飙，嘣，2275，火人上一下2275，1234567891011，过他11只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有11个血条？死得好惨啊，兄弟！